哎呦，郭启天呐，我觉得你的歌真的很棒哎，都是那种台上台下可以一起那种万人大合唱的感觉哦。而且你知道，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哇，我在那六年前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是你第一首歌，对啊，搭配偶像剧，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多的画面会走马灯、跑马灯一起来，有没有？这边这个走马灯、跑马灯，那边六年的那个跑马灯就一晃而过。对可是我觉得这个郭靖是一个感恩的心啦，对不对？对，就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把更多的好歌传达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而且希望那个歌迷朋友们也可以帮我多多就是传递我的歌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就是硬要他们听，硬要他们听，每个人都是你那个可爱的小信鸽啦，对，帮你把那个歌声啊，以那个鸽子的方式传递到更多更棒的角落，对呀，所以我们现在让这个郭靖先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微等一下这个签名会做一下准备喽。好的，稍等我一下。好，谢谢郭靖，来先休息一下下，谢谢。